手握哑铃，跟着口令深蹲丝毫不费力。经历婚变风波后，梁文音首度露面，大方秀出好身材，变身健美运动甜心。1 2 3 1下，1 2 3。也请来艺人周韶安一起交流健身心得，提及感情状况。梁文音坦言享受一个人，不过现阶段也不排斥认识新对象。现在交很多朋友，你也知道我会这么回答。我觉得现在很享受自己一个人啦，然后比以前更开放自己去认识不同的人，可以跟谁认识啊，出去走走啊，认识新朋友啊。对，摆脱两年前离婚心情，以阳光健美形象回归乐坛，回归四年带来全新音乐作品《疑自己》，也是当下生活写照。而体脂从原先的32%降到16%，他也透露健身秘诀，就狂跑步跟游泳，然后后来就是做到有一点怀疑人生，就觉得好像可以拿个重量，就开始找教练。其实你看镜子穿衣服，就可以大概知道说，哦，我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，这样就够了。那言谈中透露出对现阶段生活十分满意，也期许未来另一半有共同嗜好，能够一起运动。即便经历过感情风波，依然正面相信爱情，勇敢走出阴霾。八大新闻综合报道。民生八方事，尽在一小时。要订阅，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。